即系可以有两个意思嘅，有啲人真系圣经又讲到见到异象，见到天上嘅异象啊，或者天使啊，咁啊圣经都有记载嘅。咁另外一个意思咧就系话咧，我哋领受到从神而嚟嘅方向，即系唔系真系睇到一个图画，而系个心里面咧领受一个方向。咁同埋复兴，复兴嘅意思系咩啊？即系话帮助信徒更加爱主啊，同主有一个亲密嘅关系，更加生命俾佢更新，并且俾神去使用，做神所以我哋做嘅事。因為有一日我哋個個都要見主嘅，係咪啊？我哋有冇例外啊？即係話啊，我冇份㗎啦！你哋侯傳道，你代表我啦，你代表我見耶穌得㗎啦，唔得嘅喎，個個都要問嘅喎。咁啊問嘅時候問乜嘢咧？其中就係即係我哋嘅生命啦。一方面我哋生命，另一方面我哋有為耶穌結咩果子咧？咁我用句香港人嗰啲説話，咁你話啊，我有兩梳蕉帶俾耶穌啦，咁啊。咁啊，兩梳蕉夠唔夠咧？即係空手嘅意思，因為耶穌係好清楚講到咧，就係話喺馬太福音25章係講到三個比喻，都係講到耶穌翻嚟嘅。第一個就係十童女，五個準備好嘅，五個冇準備好嘅。然後跟住咧就係5000、2000、1000按才幹受審判嘅，埋藏咗嗰個咧就要進入黑暗裏面哀哭切齒喎，好慘嘅喎。咁咧而嗰啲啊嗰5000、2000嗰個賺咗5000、2000翻嚟咧，佢咧就神咧就大大嘅賞賜佢。然後跟住第三個比喻就係綿羊、山羊。綿羊咧就做在主嘅一個任何一個小子嘅身上，就做在耶穌身上。咁唔係淨係做小子嘅，即係起碼做在小子，又做在其他人身上。咁咧就係呢啲人咧進入永生嘅。咁然後嗰啲冇做在主嘅小子身上嘅咧，就進入永刑嘅。喺馬太福音25章最後一節，即係講到話信耶穌，我哋係白白得救。我哋得救之後咧，我哋係因為神嘅恩典，我哋就好想分享神嘅信息，好想去幫助人。當你咁樣服侍嘅時候，神就紀念你，神就賞賜你嘅。但如果一個人嘅信心冇行為，信心係死嘅。聖經又講到信心，即係如果冇行為嘅信心就係死嘅。咁嘅時候咧，呢個人係可以唔得救嘅。咁所以我哋唔係靠行為得救，要分得好清楚，係完全係信靠耶穌得救，唔係靠行為。但係個信心一定有行為，即係好似你種棵樹，點解嗰棵樹淨係得個樹幹，又冇葉又冇果子嘅咧？咁你梗係話呢棵樹係咪有啲問題咧？點解會咁嘅樣咧？咁啊，咁咧種樹都可以揾醫生睇下喂，有咩問題啊？但係原來佢死咗，死咗醫生都救唔到噶啦。咁我哋有冇同神有呢個關係咧？咁希望真係我哋能夠活在神嘅恩典裏面。咁我首先想分享咧，就係話我傳福音就是、我開始即係做牧師咧，就係1983年嘅。我信主1970年，其實我年齡唔細嘅。感謝主帶俾我動力喎。其實我已經65歲，但係咧神俾我好健康，好有動力，亦都唔想浪費我時間，亦都我周圍去。我哋啱啱尋日係宣教翻嚟嘅。咁咧係神係成日使用我哋嘅。1983年嘅時候，我咧就係、是、開始做牧師。咁咧，然後15年之後，神俾我一個好特別嘅經歷，就係、是、有一個佈道會。这个、报道会呢、这個佈道會咧，呢個佈道家咧，佢係帶有聖靈嘅能力，佢就為好多人按手祈禱。喺聖經係有好多地方講到按手祈禱嘅。當佢輪到我嘅時候，一按我的頭咧，即刻感受好強烈嘅，好似電流咁入嚟。亦都同時咧感受好大嘅愛，嗰種愛咧係我從來未試過嘅，係直情係湧入嚟嘅。咁咧我係感動到不得了，非常之安慰，非常之感動，非常之輕省。我就即刻話：哇！原來可以咁樣經歷神嘅。我就翻去日日用好多時間祈禱。咁後來咧就有一次好特別嘅經歷喎，我喺屋企呼叫耶穌，主耶穌一叫啫，哇！即刻有能力進入我裏面，哇哇乜咁好啊！即刻有經歷，我再一次試一下添，再試一下主耶穌，即時又再一次。咁而後來咧，我係經歷到神嘅喜樂啊！即喺神裏面係可以經歷到喺以賽書61章第三節咧講到喜樂由代替悲哀，真係一啲喜樂湧入我裏面嘅。我一呼叫耶穌，一諗耶穌咧，而家都係即時你見到我笑咧，係裏面湧出嚟嘅。咁而呢個係我嘅生命嘅改變啊！即係隨時祈禱咧，隨時得力，任何時間半夜三更好，一諗耶穌啦，即時有喜樂，即刻有愛同埋能力嘅，係隨時隨地嘅。咁而嗰個侍奉亦都好唔同啊，同以前好唔同。以前咧我就諗住咁，我就係做
崇拜啦、查經啦，嘗試去興起佢哋，但我發覺好難。咁我喺我經歷聖靈之後咧，幾日就有人要求我為佢按手祈禱，為佢趕邪靈。佢話佢去到嗰個聚會，即係同一個聚會，佢就覺得裡面有啲邪靈攪擾啊！即係以前咧係冇嘅，我都未試過同人趕邪靈噶嘛。佢就話入到個聚會就即刻覺得唔舒服，因為佢屋企好多偶像。佢一出嚟咧又覺得冇嘢喎，一入翻去又覺得唔舒服。咁咧就佢就想我為佢做，咁我就為佢做嘅時候咧，佢就感覺即係有啲黑暗勢力走出嚟喎。同埋我為周圍嘅人個個祈禱咧，佢哋個個都感受到能力。咁我就好驚訝嘅，原來咧神嘅能力係好想賜俾人。即係先我哋讀嘅經文。使徒行傳一章八節都講到聖靈降臨喺你身上，你就必得著能力。在馬可福音16章，我哋亦都講到咧，信嘅人必有神蹟隨著佢哋，就係奉我名趕鬼，同埋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以前我睇呢個經文咧，睇完係冇感覺嘅，但係而家我一睇咧，發覺係真係聖經所講係真實。有一次咧，我去一個教會講道，咁我就問嗰個傳道，我話可唔可以為嗰啲教友按手祈禱？佢話可以。你哋。他們誰願意進去房祈禱，我就好了，誰願意，都有成十幾二十個進去的。那我祈禱的時候呢，之後我就問他們，我說你們有沒有什麼經歷，那就有一個阿婆跳起身，哇，我腰骨痛好了，真的說。第二個阿婆又跳起身，我膊頭痛好了。喂，繼續說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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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就即時就兩個人，第二次令到我，這個是個線，好了，那就讓我看到聖經所說的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，即是今天都會應驗的。以前我覺得是古代的，是以前的事，但現在我就覺得很不同。那而對我的有什麼改變呢？就是不單止我做，我訓練人做，我去世界不同的地方訓練人做，並且在我們的聚會，我們時時為人服侍祈禱，即時有神蹟奇事，不是每一個都有同樣的神蹟奇事，因為神做什麼工我們不知道，但是時時都見到。並且呢，我們就鼓勵他，你都可以給神用。那麼真的有些人就興起他服侍主，在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，我是帶過不少人侍奉主的，是你們都可以，你們都可以很大的更新的。那這個圖畫就看到我宣教的圖畫，還有呢為人禱告。這個人呢本來是很憂傷痛苦的，但是呢在祈禱的時候呢，他是充滿喜樂的。好了，那我所經歷的聖靈的更新不是因為我好，我想說不是我好，其實神揀選我是當我軟弱的時候神揀選我的。其實神都是的，揀選我們每一個不是我們夠好的。咁而跟住咧，喺兩方面，一個第一就係我喺呢個生命同埋侍奉都係軟弱嘅時候，神就用大能更新我。神都可以嘅，即係有啲人話我唔得，我唔得。但係咧，其實唔係你嘅能力，係神嘅能力。只要你願意，咁我訓練唔少人㗎。我試過亦都咁樣訓練法。我曾經為一啲人祈禱，一啲學生嚟嘅喎，中學生。為佢祈完禱之後，我即刻叫佢哋互相祈禱。互相祈禱的時候，我就請他們問他們的同學，問下他在祈禱的時候你有沒有經歷。其實聖經裡面都講到很多人有經歷的，經歷是沒有錯的，因為是神做工嘛。而當時那些同學就說，他跟我祈禱，我即時覺得平安輕省，覺得有些喜樂，即是每一個人不同，但是就看得到原來是神應承了給我們，是我們很多人不知道，所以沒有用到的。在這裡講到我驚訝聖靈充滿對我的幫助，第一就是有屬天的經歷，真的好像去天堂的感覺的。我祈禱的時候真的好像哇，整個人很輕省。我也為過不同的人祈禱，他說曾經有一個人 很奇妙、就是、其實不止一個人這樣跟我說，他說咦，葉牧師你還在這裡的，我說你以為我去哪裡呢？我跟你祈禱。他說我去了另一個地方。他說好像天堂那樣，原來你還在這裡，他以為他自己去了，即我就是留在這裡。其實他一直祈禱的，即是有這些屬天的經歷，還有隨時禱告的時候隨時經歷聖靈，還有對罪高度的敏感和憎恨罪。在我以前我真的承認我是有很多時候被魔鬼誘惑，犯了罪心裡面有不好的意念，有些說話說出來
即係覺得嗰個人唔好，咁我自然嘅反應，或者裏面有啲嘅唔好嘅意念，咁我就覺得人之常情啦。但係我而家就覺得呢啲係對我生命破壞，係唔好嘅。因為咧，聖經講到犯罪咧係俾魔鬼留地步，所以咧我就好刻意嚟處理罪。咁呢個係需要詳細去解釋嘅，即係講到呢個方法。咁我有機會嘅時候我先再講。同埋咧，幫助有困難嘅人喎，咁好奇妙嘅，即係揾我嘅人真係多得好緊要。我喺網上放咗好多影片啊，喺 YouTube 你揾葉牧師，或者你就喺網上咧揾葉牧師，你會見到我嘅樣啦。咁咧 YouTube 你就見到好多嘅影片。咁有好多人就揾我，佢就話不同嘅問題乜嘢咧？疾病嘅有好多，憂傷、重擔、煩惱、家庭問題、靈性問題、侍奉問題，甚至有傳道人揾我啊，不同嘅人，即係總之各類嘅問題都揾我。咁咧我就其實個個唔同嘅喎，我又唔係去俾錢佢幫佢啲問題，但係咧神就使用我，即係神嘅工作，真係咧。有些人一祈禱即刻覺得輕省，即刻覺得邪靈趕出來，即刻覺得個人輕鬆舒服，或者病得醫治。當然我不能夠擔保，但是呢不是個個得醫治，但是個個都改善，還有個個都舒服一點。所以呢真的幫到不同困難的人。我想問下你，你周圍有沒有困難的人？其實很多的，是不是？尤其這個世代很多後生仔女，有些不讀書又不做工，鎖了自己的房間，天天在個房間，這種這樣的即自閉的青年，他不是真的自閉症，他是自己選擇自閉，很難搞。當他願意的時候，我為他祈禱，他真的就經歷神的平安輕省的，還有領受智慧。在我以前我教導的時候，我就都是很其實我現在教導一樣在聖經的，不過呢就神給了我很多很實際的教導，因為我都會簡單地介紹一下的，還有領受異象怎樣帶動復興。因為以前就想著教堂維持就是這麼多了，但是呢現在我見親人，我就說你有潛質，你可以給神用。有時我一次的禱告，那個人呢經歷到神的工作，我就說神可以用你的，你想不想給神用？他願意的時候呢，我就訓練他，跟著他為人祈禱，他就看到人改變。跟住有啲咧就成為傳道人，亦都有成為宣教士嘅。喺我服侍祈禱嘅，喺我經歷聖靈嗰個教會，興起咗幾多個宣教士咧？4個宣教士，同埋有幾個傳道人，即系咧係神咧係真係可以使用我哋。嗱，經歷聖靈，聖經有講到嘅。咁有啲人話呢啲經文唔係全部都講聖靈喎，但係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其實合一嘅。咁亦都好多人誤會啊，佢話經歷聖靈嘅嗰啲人成日都求聖靈，其實唔係喎，我祈禱。你很少聽我提聖靈的，我就是提天父、耶穌、主耶穌，即是我不是去講聖靈，聖靈才做工的，因為三位一體的真神是時做工的。所以呢你看到經文裡面有些是講到主耶穌的，但是神都是做工的。羅馬書5:5，聖靈將神的愛轎灌在我們心裡面。很多人就覺得是的，我們信耶穌呢有愛的，但是呢我是經歷到這種轎灌。轎灌什麼意思呢？即真的好像倒水倒落你的裡面，真的愛湧入來。有些人從來都沒試過怎麼湧入來呢？怎麼愛會湧入來呢？譬如你見到一個人很愛你，會不會那個人的愛湧過來呢？是沒有的，人沒有這個能力，但是神真的有這個能力，是真的呢個心懂得怎麼用心靈誠實敬拜可以經歷到這件事，帶來很多人的醫治，帶來很多人的安慰釋放。然後約翰福音14:27嗰度講到咧，主耶穌話：我將我嘅平安賜俾你。嗱，平安賜俾你，當呢個嘅禮物啦。人哋又將呢個禮物送俾你，咁即係你本來冇，又俾你。即係有一樣嘢，忽然間加俾你。佢呢個平安賜俾你，嗱可以講到一個普遍嘅平安。第二都可以講到，就喺經歷神嘅時候，神就將平安賜俾人。都有好多人同我講，佢話：哇，忽然間好平靜，好安靜。同埋咧，馬太11:28嗰度話：凡勞苦擔重擔嘅人，可以到我這裏來，我就使你們得安息。咁呢個亦都好多人講啊。佢話咧：我嚟嗰陣時本來好重嘅，好沉重，好翳住嘅。但係祈禱之後咧，成個人鬆曬喎，即係好奇妙。以前咧，我都其實喺我做牧師嘅初期，都有好多人有困難揾我哋。但係我可以做得乜嘢咧？我就同佢解釋聖經啦，鼓勵佢信耶穌啦，為佢祈禱啦。咁咧就
係即係通常都唔會見到佢即刻有啲咩改變。咁我哋就鼓勵佢，你翻去祈禱啦，翻去親近神啦。咁但係有好多人唔聽話嘅。但係而家咧，佢有啲困難揾我咧。其中一個例子，我講個例子，一個人19年狂躁抑鬱症，佢生咗個仔咧就有產後抑鬱症，然後咧就變為狂躁抑鬱症，即係話咧狂躁即係容易發嬲，抑鬱咧即係佢會低沉。佢話佢咧就容易發嬲，又容易低沉。佢形容佢自己點咧？佢話成日同個梳化連為一體嘅。佢咧大約中午先起身嘅，即係可能好夜先瞓到覺，然後中午起身做咩咧？就同個梳化連為一體。10年都唔煮飯嘅，即係一個咁樣嘅婦女。佢咧就有人介紹，佢就嚟到我嘅聚會。咁我哋就嗰個聚會係一個幾個小時嘅祈禱會啊，即係當時嚟講咧，我係每日都做呢個咁樣嘅祈禱會。咁佢嚟到咧就祈禱啦，祈完禱啦，哇！成個人鬆曬又喜樂喎。佢翻去佢話覺得好光明。佢本來住嘅屋喺斜路嘅，所以佢次翻屋企都係搭的士嘅。但係佢嗰日去到嗰度咧，佢又好有動力去買餸喎。佢自己話俾我聽，我話祈禱求神幫佢買餸嘅啫。咁佢買完餸咧，佢又好有興致行上屋企，又唔係搭的士喎。佢屋企人好驚訝，10年都冇煮過飯，忽然間煮飯。其實呢咁嘅例子，譬如有10幾年瞓唔到覺嘅，祈一禱，跟住第二日，哇！我尋晚瞓8個鐘。咁前大約2-3個月到有一個咧喺電台工作嘅人，香港電視台工作嘅人。但是他有7-8年是有失眠，而且他的情緒是 很辛苦的。他呢就有人介紹，其實那個星期二我就要去宣教，之前我是時間滿了，不過我就抽少時間，就在星期六的時候呢就跟他祈禱，祈禱他回去，他說我他即刻當晚傳個訊息，他說我跟他祈禱，他即刻回去呢，他說睡了一個鐘頭，但是那個鐘頭是他這麼多年都沒試過睡得那麼甜的，跟著那晚他開始睡覺，還有呢即他的情緒平穩了很多。這種情況我是時常見的，我可以形容是什麼呢？是家常便飯。我不是說我好，是神好，即完全不是我好，而且神就給我這個觀念，我要處理我的罪，任何的驕傲都是拆毀的。在侍奉的時候，我們好像建立在耶穌的根基上建造，如果建造一路驕傲，哇，好犀利啊！有神嘅能力嘅時候，我哋就拆毀。所以喺個心裏面，我時時都話係神做工，唔係我做工。我只係一個器皿，我只係一條電線，將神嘅電帶到俾人。咁嘅時候咧，我哋提醒自己唔好驕傲。咁咧就真係睇到人工，睇到神嘅工作。並且我成日都話俾人聽，你都可以嘅。你同隔離嗰個信嘅人必有神蹟隨著你嘅。你跟隔離一講，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你的，隨著你的，你不要以為你不行，真的神是可以的。其實如果我講這些經歷是多到不得了的，即我只是 簡單講一點。以賽亞書61:1-3，那裡講到心靈醫治，醫好傷心的人。這個經文其實是舊約的大使命，那裡說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，因為耶和華用高高我，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，即是這個差遣他傳好信息。跟著是什麼呢？醫好傷心的人，報告被掳的得釋放，被囚的出監牢，還有後面講到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還有喜樂又代替悲哀。即是說傳福音的時候，不是只是傳福音叫他得救，而是醫好傷心的人，報告被掳的得釋放，無論他是被失眠、被邪靈、被情緒，或者是賭博，或者是色情捆綁的，都可以得釋放，是真的可以的，真的可以。當我們在神的同在，神是凡事都能。不過很多人呢，他們對於神的感覺是什麼？神很遠的，都不知道在哪裡的，所以祈禱會怎樣？神啊，你快點來，快點幫我，好慘啊，好久都這麼久都沒有幫助。很多人都跟我說，為什麼我祈禱這麼久都沒有答案呢？其實很多時的原因，因為很多人不知道我們的罪攔阻神和我們的關係。還有呢，很多人祈禱是電郵式的，怎樣傳個電郵？第一，神啊，求你醫治我；第二，求你給份工作；第三，麻煩你給個老公老婆我；第四，給我睡好一點；1、2、3、4、5，麻煩神啊，你快點英文。那祈禱只是祈求，只是用個頭腦，
耶穌話敬拜用咩敬拜啊？心靈誠實，係成個心靈、成個靈魂。心靈包括靈同埋魂，魂咧包括咩咧？思想、意志、感情。整個思想都話神係最好嘅，嗱好多人呢樣嘢都做唔到嘅，好多人覺得神都唔係愛我嘅，神係愛第二個偏心嘅，神咧唔幫我嘅，神咧好似有啲人甚至話神玩我嘅、整蠱我嘅，即係有啲人會咁樣諗法，同埋神要我做埋啲好難做嘅嘢嘅，咁呢個對神負面啊，呢個其實唔好，因為點解咧？神係俾最多恩典，點解對最多恩典嗰個神就對佢負面嘅時候，我哋就失去佢嘅恩典。思想意志就是我整個心意都是去服侍主給神使用，感情很多人說我都看不到神為什麼跟我有感情呢，其實我們每天在吃神做的東西，好不好吃啊？好吃的，神做的水是很舒服的，喝的時候很舒服，雖然現在沒有喝，即是我視頻給你，但是你可以想像回終於睡覺是不是很舒服啊？其實我們經歷很多樣東西，敬拜讚美有沒有覺得喜樂平安，都是神來到祝福我們，神聖的很多恩典其實很近，不過很多人就神就找什麼呢？我想找個老公，神給一個老公，這樣神近了，就是這樣，就是要這種的英文才是近，那些平安喜樂就不算數的，或者祈禱祈求神的時候神英文又不算數，其實我們數不同的東西，周圍的東西，花草樹木，很多很漂亮的東西是神送花給你，神好爱我哋噶，妇人焉能忘记佢吃奶嘅婴孩，唔怜恤佢所生嘅儿子，即或有忘记神都唔会忘记我哋，系成日挂住我哋噶。何以见得成日挂住你咧？你有冇发觉你犯罪嗰时系咪你揾神先，有神揾你先？系神揾你先喎，神感动你噶。我哋少祈祷系神揾我哋先，有你揾神先啦。系神揾你感动你翻去祈祷喎，神系成日揾我哋噶。但系好多人咧，佢系同神冇感情嘅。世上的人甚至隻狗人都有感情的，隻狗很喜歡隻狗，間屋都有感情的，用開隻杯都喜歡的，即是譬如你家裡有幾隻杯，你 總是用揀開用那隻的，那隻杯即是喜歡一點的，我們跟很多地方都有感情，但是神是給我們最多恩典，這個世界上有沒有人好像神一樣給這麼多恩典給你？有沒有呢？他將你為你預備天堂，他每日赐平安喜乐给你，他赦免你一切的罪，令到你心里平安有力量，你可以整个人更新。其实我们个个都有经历神的，不过多定少的啫。我想问大家，这里有几个你经历过神的平安喜乐啊、帮助啊，任何一方面神你看到神去祝福你的，请你举手。你周围望一望，你看几多个，举高一点，举定。神是很真的，神不是很远的，不过很多人就不记那些的，到了困难就说哎呀，那个困难很大啊，我什么都看不到了，因为你只是看那些就会发觉什么都看不到，但是当你看以往神怎么帮你，以后神都会帮你的，那真的真的可以的，你都可以的，我想说你都可以的，可以带来很多人伤心的得医治，喜乐能够带来喜乐，医病赶鬼，很多人说哇这些这么难，不是我們做，是神做的，而耶穌是在大使命那裡講，剛才我們經文那裡講到，就是信的人，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，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，就是奉我名趕鬼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，我們發覺在大使命的時候一起講完，你們可以叫病人得醫治，可以趕鬼的，我們發覺門徒跟從耶穌的十二門徒，後來七十個門徒，耶穌差遣他們做什麼呢？宣講天國近了，但同時醫病趕鬼。其實七十個不是個個都有醫病趕鬼的恩賜，我們後來發覺彼得有這個恩賜，很強啊。那些人走過個影子得醫治，保羅很強，因為那些人將手巾和圍裙在使徒行傳十九章放在他身上，又放在病人身上，都得醫治。這件事有些人覺得哇，好像有些迷信，但這件事我有一次神讓我在個車上地鐵上遇見一個人，我在看聖經， 我感覺旁邊的人都在看，我就跟他說這本是聖經，他說我也是信耶穌，他就告訴我，他說以前呢他在他小時候他有一種病，他腰骨彎的很痛啊，他呢就聽到葛培理的報道會，而葛培理以前的報道會是有醫治的，
後來可能因為某些人有些群體的壓力不接受這個醫治，所以他就不再醫治，只是傳道。他又說那些人呢，因為太多人了，那些人就將手巾交給人，然後他就為按手在這些手巾上去祈禱，跟著分發給他。他就回家將手巾放在他身上，跟著他說他的腰骨痛好了，他的腰骨正了。他真的覺得很驚訝，怎麼知過了幾天呢，就有個和尚來他家，就說就叫他你要擺地主啊，什麼那些這樣的神主位啊，跟著他擺了，立刻個病回轉了。很可惜，他就告訴我，但是呢他都是信耶穌，但是呢他就看到原來呢真的信耶穌，單單信耶穌，不要跟其他的。好了，跟著說下去，就是說原來其實人人都可以，我剛才所說的是什麼呢，個個人都可以，因為這個權柄和恩賜不同。耶穌說信的人必有神蹟，除了這個是權柄，即是好像香港人有權，香港人有權什麼呢，如果有人侵犯你、偷你嘢，或者性侵犯你，你是有權去告他的，這個是香港人的權利。同樣我們是有權，因為耶穌說信的人必有神蹟，除了這個是個個都有這個權柄的，就是奉耶穌名趕鬼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但是彼得是特別強，但是我們發覺差異門徒都是個個都是去醫病趕鬼的，因為這個因為是能夠幫很多人的需要，因為很多人都是有這方面的需要。那你祈禱的時候你不一定要想著什麼，我當時祈禱都沒想著，就是祝福他，就是愛耶穌，感謝耶穌，耶穌在愛我們。那祈禱的時候呢，有些人就覺得平安輕省，有些人就覺得裡面的重擔釋放，有些人就覺得即刻個病得醫治，是即時，我都不知道，有時我不知道他有那個病，但即時得醫治。或者呢 有些沒得醫治，即是我不能夠擔保的，咁咧，亦都咧係有啲咧係邪靈即刻彰顯嘅。好啦，跟住咧就係喜樂啦。人需唔需要開心啊？人需要嘅。咁咧而真係咧喺親近神嘅時候，有啲人就會充滿喜樂。喺呢幾日短宣，我哋睇到有人趕邪靈，即係邪靈趕出嚟，睇到有人經歷喜樂。其實開心係一個好大嘅禮物，係咪做人開心都好緊要啊？其實做人我哋。基本上你們每一個都不會餓死的，是即是你們基本上都不會餓死，你不用無家可歸的，你個個都有家住的。但是我們最想有什麼呢？人的開心快樂，整個生命是有意思的，神真的可以祝福你的，還有身體舒服。詩篇十六篇第九節那裡講到，其實那裡講到三句的，他是大衛說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，然後後面一路講到，因此我的心歡喜，我的靈快樂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，即是他心靈就歡喜快樂，然後他的身體就安然居住，身體舒服。有些人說什麼信耶穌都祝福身體嗎？我想問你，誰是做身體的？是神做的。聖經又講到醫病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神可以醫病，亦都可以叫人身體舒服。有好多人就覺得身體很平安很舒服，有些人形容輕飄飄啊，其實這種情況真的我經常都見。曾經有一次我去到醫院，為一個那個人我不認識的，他就我問他的情況怎樣，他說我有癌症做緊化療，他說做完化療是很辛苦，大家知不知道化療很辛苦，他說我很辛苦。那我就告訴他耶穌很真，我為過很多人祈禱，真的很多人好翻，亦都很多人是更加舒服的。那我問他你想不想，他說想。我跟他祈完禱，我問他，通常我都會這樣講的，我說請你黑埋對眼，請問你祈禱的時候有沒有經歷或者是感受。為什麼會這樣問呢？因為有些人呢他經歷到，但是呢打開眼就不記得了，所以我就會問他，他就很驚訝，他說哇我立刻覺得舒服，即是很驚訝，做緊化療但是居然可以舒服。這個人我只是見他一次，幾個月之後他的女兒打電話給我，他說我爸爸已經息怒歸主了。那就但是他說過在一個教堂，不是教堂，在一個醫院，就有個牧師跟他祈禱，跟著很舒服。他說他回來家裡又辛苦，他又祈禱又舒服。他說耶穌真的可以，因為我教他怎樣信主怎樣祈禱，他又回家又做。那我兩個即是我兩個女兒一起，就一個打電話給我，那我就說你看爸爸經歷的，我很樂意為你做這個安息禮拜，不過我也想為你祈禱，只是電話而已。我祈禱問他，我說你有什麼經歷啊，有什麼感受？
因為用個 speakerphone 兩個一齊聽到。咁一個女就話：哇，成個人好似飄起咁樣樣。呢種情況真係我都見過好多次。跟住第二個女又話：我又係啊，成個人飄起咁樣樣。咁佢兩個咧後嚟都參加我嘅教會，即係其實靠住聖靈嘅能力，全福音同埋更新人嘅靈命係真係容易同埋有效，同埋咧更新佢深層更加容易嘅，即係佢身體即刻舒服，醫治失眠喎。詩篇四十七篇八節，我必安然躺下睡覺，因為神嘅同在會祝福我哋，同埋有能力。有啲人嗱呢、這個能力可以講到醫病趕鬼或者各樣恩賜嘅能力，但係亦都可以講有啲人就經歷能力喎，有啲人就話好似電流咁入嚟，覺得有能力，有啲覺得熱能，有啲覺得佢發燒咧，有啲話哇成個人涼曬都有喎，即係神咧做嘅其實好奇妙。其實我所講唔係我嘅好，係神嘅好啊。同埋經歷神嘅嗱，另一樣嘢就係經歷咧，就喺同神嘅關係，就係經歷神嘅愛同埋被神嘅愛吸引。我而家同神嘅關係，好似聖經所講，聖經話咧，教會係基督嘅乜嘢咧？新婦喎，新婦即係新娘。新娘同新郎的關係是怎樣的？是很密切的，但很多人的關係跟神是什麼呢？是法官，是警察，校長，他覺得神很血緣的。我們其實跟神關係不單止是救主，是神，是朋友，跟著呢是情人，跟著是伴侶。因為聖經的講到，他說呢，聖靈用說不出來的嘆息為我們禱告。嗱，呢個説不出來嘆息係咪即係聖靈喺天上喺度啊咁樣祈禱咧？唔係喎，而喺你嘅心，你有冇發覺你犯罪嗰陣時，裡面就覺得好唔舒服？就係聖靈喺裡面感受你嘅罪，佢知道你罪唔好，佢嘅心就好憂傷，佢就將啲憂傷傳遞出嚟，好似無言嘅嘆息。原來神同我哋關係真係貼近到不得了，喺你嘅心嘅深處嘅。你和你的丈夫、妻子、兒女的關係是不是去入到心的深處？沒有的，但是跟神呢是可以入到心的深處，你深層的任何痛苦、困難神都可以幫你。原來我們跟神關係可以去到這樣的，即不只是說將來去天堂的，是現在有一個很深層的經歷。在這裡詩篇九十篇十四節那裡說到，求你使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，即要吃飽的，是可以享受的。神的愛是可以享受，可以令到你飽足的，就叫你怎樣呢？一生一世歡呼喜樂，一世人都歡喜快樂。天上的聖徒是不是很開心的？是的，是很開心的。而我們呢，每一個人其實都可以活得好像天上的聖徒，雖然有困難去到這麼盡，但是我們是可以逐步去到這個位置的。我希望大家渴慕，我想跟神有一個這麼密切的關係。還有呢，在第三個經文《羅馬書》八章三十九節那裡講到，是沒有東西能夠叫我們跟基督的愛隔絕，即是貼緊，即是這個，譬如這個代表你，神的愛貼實你的，神的愛真的跟我們一起是非常之近的。還有對罪的敏感，很多人犯罪覺得不要緊，但是聖經說什麼呢？順著情慾殺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。什麼敗壞呢？你的心靈的敗壞，心靈變得污穢，跟人的關係產生問題，你會看到人，有些人就會想到色情，有些人想到憎恨不饒恕，有些人想到利用，有些人就是不喜歡，個心就敗壞了，跟人的關係受影響，跟神的關係受影響，整個生命就敗壞。大家反省一下你的內心有沒有被罪影響你的生命，以致你不是經常想祝福人呢？現在我整見真人我就想祝福，見真誰就祝福，並且是免費的，是義務的。其實我的侍奉現在是完全是義務的，神供應我需要，我是完全，我做的聚會全部是義務。而我們收到的奉獻做什麼呢？就是宣教，或者是請其他同工能夠呢更多更多的去外展，更多幫助人，同埋人若自潔才能夠成為貴重的器皿。如果人是污穢不得的，咁而神幫助我處理裡面任何的污穢的意念，任何的看小人，或者被人影響，心裡面的愁煩不開心，激氣怒躁，神都幫助我的。同埋為人禱告帶來奇妙的作為，即係先我哋都講過呢啲㗎，即係勞苦重擔得釋放，醫好傷心的人，趕鬼醫病，
同埋咧經歷生命嘅更新，呢個係好奇妙嘅。有啲人話我同佢祈禱咧，佢就成日都諗到耶穌。佢話我咧成日都諗到耶穌，成日都好想感謝耶穌。咁我維持咗幾耐？佢話維持咗幾日。我話你幾日點樣祈禱？我幾日祈禱幾分鐘。有啲人就係咁樣喎，佢就維持幾日。但如果佢肯親近神咧，佢真係一路維持落去，同神有一個好密切嘅關係，同埋領受一啲好好嘅教導。我真係好感謝神，神俾我一啲好重要嘅教導。咁我而家只係好簡單，點樣唔俾人影響？一路鬧，俾人鬧，可以一路望住佢。佢因為佢嘅罪性會發脾氣，鬧人、傷害人，係佢嘅問題，人嘅問題。我使孭住啊？唔使孭住。但係我哋覺得唔服氣啊！佢鬧我，咁我梗係發脾氣啦。但係我哋就話：我發脾氣嘛，我受影響，我點解受影響咧？我就覺得唔緊要嘅。佢鬧我，佢一説話你冇用係咪？我就即刻變咗冇用啊！唔係即刻變咗冇用啊！我話你蠢啊，變咗即刻好蠢啦，係咪？唔會噶嘛。佢鬧嘅説話係冇權柄嘅。咁神俾我呢個嘅意念就係話：垃圾唔好食。嗰啲説話係冇權柄嘅，神嘅説話先係好嘅。所以我哋飲咩水啊？坑渠水啊，乾淨水咧，佢係乾淨水。因為好多人就飲坑渠水嘅，日日咧就諗。我老公真係衰啊！係個老婆真係衰噶，嗰個同事又好衰噶，日日咧就喺度猛咁諗佢嘢，其實有冇好處咧？係冇好處，但係好多人不自覺地做啊。咁神俾我呢個教導就係唔好嘅嘢唔好收落，唔緊要嘅。佢講完死唔死得咧？又唔死得噶嘛。佢講完係咪你即刻變得哇成個冇用咧？又唔會噶嘛。同埋點樣勝過罪啊？神俾我意念就係神睇我生命好寶貴，係好重要嘅。我哋好尊貴，我哋神嘅王子公主，我哋一世人可以幫好多人。其實我幫幾多人，我真係數都數唔到，因為我哋個個禮拜都幫好多人。我哋去宣教一集啊，實際數唔到幾多個，而好多個都話真係即時覺得生命嘅更新。大家可能聽你都會覺得哇，我真係要興起啊，真係要俾神用喺神喺你嘅心裏面就做一啲工作。咁我睇到神俾我生命咁寶貴，神又咁愛我，點解要犯罪破壞咗神嘅計劃呢？一有罪嘅意念，即刻，譬如覺得嗰個人唔好，即刻話佢唔好係佢嘅問題，我點解要俾佢影響呢？我即刻就變咗祝福佢啦，體恤佢，其實佢都係受好多傷害，所以佢傷害人，體恤佢，跟住就祝福佢，就勝過呢個罪。或者有任何嘅污穢意念，一諗到，譬如有啲男性話好難勝喎，淫念嘅，但我就會話。如果我在淫念裏面，神就不喜歡，神就不會住，即是不會充滿我的心靈。一有這個意念，看到一個很性感的人，穿衫很少的，即刻說不要看他，因為他會破壞我的生命。就是這樣處理，任何的在網上，一有什麼色情的圖畫，即刻刪了他，不用被他影響的。有些人就覺得，哇，看看，講句廣東話，很過癮的，真的。但其實過後很內疚，因為我們有聖靈指責我們，就即時去真係處理喺個內心處理，然後跟住咧就咩咧？處理負面嘅思想、負面情緒、潛意識。有啲人又覺得日日咧都係要唔開心煩惱嘅，但係其實我哋可以選擇一起身，耶穌愛我嘅嗱呢個恩典嘅祈禱，神俾我教導呢個恩典祈禱，成日宣告神嘅恩典。耶穌愛緊我，多謝天父愛緊我，睇重我，我係寶貴嘅，我可以開心快樂嘅。我睇到周圍嘅太陽、雨水，我看到這些花草樹木，我看到我所吃的東西，我都可以享受，都可以開心的。就選擇一個正面的思想和正面的情緒，覺得很煩就說不要緊，有事要做我就可以做，不用煩的。你有很多東西做，那一起做做不做到呢？做不到，我做完一樣先做第二樣，就是這樣，這麼簡單的。然後呢，怎樣體恤和饒恕，很多人覺得很難的。怎樣饒恕人呢？神給我很簡單的方法，就是什麼呢？那些人會傷害人是因為他受過傷害很多。假設這個是那個人，他會罵人，因為他常被人罵，他被人罵過很多次，所以他覺得罵人呢，即很多人相信這些大話，罵人是得勝的。很多人以為這樣，罵人得勝，大聲就得勝，其實不是的。其實他很慘的， 他被這些東西傷害了。所以我祈禱的時候越去思想他，越體恤到他，其實他很慘的，我就會體恤他，我就會祝福他，並且饒恕他，覺得其實他比我慘的，我就不會去嬲佢啦。咁咧，並且點樣同人相處咧？分辨正面同負面説話啦。好多人都唔知喎，成日都講負面説話，就譬如會講嗱呢啲，我想講啲教導係我經歷聖靈之後，神一步步 download 俾我嘅，真係一樣樣係咁教我，係咁教我嘅。呢個真係好大嘅好處。
嗱，好多人講負面説話唔知喎。我有時我輔導夫妻，我做好多輔導嘅。咁我就話試下講正面嘅説話，欣賞啦，講恩典嘅説話。啊，就嗱，我哋都要講律法嘅説話，但係咧用咩方法咧？啊，唔該你倒垃圾啦，呢、這個都係請佢做，但係就唔好話快啲倒垃圾啦，做咩做唔倒垃圾？有冇搞錯啊？咁啊，呢啲都係叫佢倒垃圾，但係呢個好唔好嘅方法可以引導嘅。我哋有呢個問題點樣解決呢？我哋諗下傾下啦。呢個正面嘅説話，但好多人就唔識喎。咁我輔導嗰時嗱，你試下咁樣樣，好啦，跟住佢整一陣間，佢又會彈句嘢出嚟㗎。啊，佢邊度做啊？佢已經好多年都唔做啊，佢唔會改嘅。呢句説話唔會鼓勵佢嘅。好多時人就出呢啲負面説話。大家同你嘅丈夫、妻子、家人係咪成日都彈句笑下佢、窒下佢啊？就以為玩啫。但其實對方不舒服的，那我就怎樣留意到怎樣是正面的說話，怎樣是負面的說話，即這些都是我不同的神給我不同教導，去到很多人都改變，甚至牧師都說，他說我回去跟我太太就好了，因為之前他不知道怎樣聆聽，怎樣去關心，還有夫妻相處，很多時候夫妻相處是很簡單的，其實個問題就是什麼呢？太太看重關係的，通常太太就覺得結婚呢就希望日日大家會溝通啦、關心啦、問候啦，會真係記得我啲嘢，會關心我啲嘢。但係丈夫咧就諗住，因為丈夫諗住咧追求咧就追求一個任務嚟嘅，因為男人就睇重事情嘅，係一個任務。哇！我追到呢、這個，哇！我最想追嘅呢個女性，哇！成功啦，呢、這個 mission complete， 完成工作開始。咁我日日翻屋企啊，我都系俾你噶啦，我又唔系走去第二度。咁我就系咁啊，爱你，我翻屋企咪爱你咯。咁就唔知道原来去关心、问候，即就系好简单。亦都有好多男性唔留意自己嘅感觉，所以唔识得沟通，唔识得关心。另外咧就系传道人嘅生命质素，有好多传道人咧都会做得好辛苦啊，或者我好想多啲人，多啲人啊，咁又冇错，要多多过人哋嘅。甚至有時會話，即係人哋教會走過嚟咧，都心裏歡喜。其實我哋個心裏面就話唔好有呢個心，即係傳揚嘅質素好緊要。同埋咧，中意神嘅愛同埋聖潔啦。神嘅愛多數人中意，不過聖潔唔係好中意嘅。但係咧，我哋咁諗喎，天上嘅聖徒再有冇煩惱激氣怒躁偏心啊？當你去到天堂嗰時嗱，地上有冇試過基督徒有啲對你唔好嘅？去到天堂咧，佢會唔會擰開塊面？當睇唔到你會唔會咧？佢唔會喎，佢見到你，哇，好開心，你又嚟啦咁。你話哇，乜你而家同以前唔同曬咁開心？就是、天堂係好聖潔，但係我哋地上係咪咁咧？好多時都記住丈夫妻子佢啲問題，即係原來喺地上都有好多呢啲嘅問題，即係冇活在聖潔裏面。其實聖潔係好靚嘅，教會係咪都係聖潔，都係關心咧、正面咧？未必係喎。即是欣賞神的愛，欣賞神的聖潔，我講到都是宣講這件事的，還有聖靈幫充滿怎樣幫助更新人和侍奉，還有怎樣輔導人的屬靈生命，還有這個發揚神屬性講道法，我講什麼經文我都會講到神的那種祂的恩典，祂的聖潔的美麗，讓人歡喜神，即是人聽完之後哇神真的好了，聽到神就歡喜的，這樣的時候祂就很樂意去侍奉神，同埋最後就有策略性去興起人，同埋帶領聚會、帶領教會、帶領侍奉復興，策略係好唔同嘅。兩個軍人，一個坐住個飛機轟炸機，一個咧喺地上揸住啲槍，邊個有效啲啊？如果打仗，飛機嗰個有效好多，係咪？有策略嘅基督徒，你所做嘅嘢大好多啊！我而家係求神俾我更高嘅策略。其實你的生命神有個策略在天上寫了的了，你只要肯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，心意更新而變化，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你就能夠察言開始分辨到神的善良純全可喜的旨意，又跟著你一路行，你就行出這個完美計劃。我的訓練就是想興起人，你可以一步步進入神的完美計劃。當你聽完，你的心會不會搞動，即是神啊，我都想我的生命，我不想浪費了，因為我們呢只能活一次而已。如果你見到一個人呢拿著個銀包將錢一張一張地扔進鹹水海，你會不會說喂麻煩不要扔著，你給我就可以了，你不用扔的，是不是會哇不要浪費了？但我們扔進鹹水海是什麼呢？
是我們的命，我們的時間是很寶貴，我們的生命是怎樣，就是我們怎樣用時間，你怎樣用時間就顯出你的生命。求主幫助我們真的活在神的愛中，享受神的愛，這個第一，第二一步步被提升。我都知道我過了鐘了，我可不可以用五分鐘帶他們一個祈禱？可以。那我用個琴開回個琴，麻煩個琴是不是切了又開回開回。咁咧就我想用個琴帶領大家享受神，就活在神嘅愛中。當你我自己用，我自己彈，我自己。大家請起身。Shirley。係咪用？因為唔緊要啦，大家黑埋眼嚇，因為聲音會細咗啲。你現在就可以活在你的愛中。
我可以日日活在你爱中，我可以被你使用。耶稣，我哋愿意。多谢天父赞美。有边我哋真系话神啊，我愿意同你有咁密切嘅关系嘅？我请你举高你嘅手咧，神啊，我愿意，我愿意同你有密切嘅关系嘅。你真系同神讲，唔好将睇圣经、祈祷、赞美神看为一种工作。是享受耶稣，我们享受你。大家上网找叶牧师敬拜，有很多敬拜的诗歌，你可以跟着你敬拜。还有你可以放这首，有几个说神啊，我愿意更多给你使用，请你举高你的手。神啊，我愿意更多给你使用，我愿意给你大大使用的。多谢耶稣，求主使用我。